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南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花胶鲍鱼乌鸡汤。材料：竹丝鸡350克，排骨250克，瘦肉200克，红枣5个，合桃35克，鱼肉15克，莲子25克，百合15克，鲍鱼50克，花胶90克，盐。放少许酒、姜片，将花胶飞水、焗肉马飞水5分钟左右，清水冲透备用。水开放肉马，中慢火煲1小时后，再放鲍鱼和花胶，煲50分钟左右即可。调味放少许胡椒粉，汤清甜，美味可口，营养丰富，老少咸宜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